湯仔今次係又係演奸角啊？其實呢一個你好難嘅，你睇落去你就知道究竟中定奸咧，由觀眾去評定啦。我只可以講就係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理念，即係每人都會有一個想法。咁至於點樣可以達到你個理念同埋想法咧，你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、唔同嘅手段。但係如果嗰個理念係真係幫到好多人嘅，咁對於一啲人嚟講，唔理用咩方法同埋手段，都係佢必須要做嘅嘢咯。咁好多人都以為我呢個戲係一個反派，但係其實我冇殺人放火嘅，係冇做任何傷天害理嘅，冇嘅。咁所以反唔反派就由觀眾去評定啦。係，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，係咪先？好，因為同馬明打得好犀利啊嘛。馬明咧，我之前同佢做過喜劇，佢做過鄧寄塵，我做過新馬仔，真嘅係，所以已經係好搞笑啊嘛。但今次唔係，今次咧就同佢做一個正劇咯，叫做係。咁可能大家長大咗啦，即係可能即係嗰個戲又即係成熟咗啦。咁公司覺得唔好再搞咁多嘢，你兩個乖啲啦。兩個要贏要錯，佢贏啲，佢錯啲。阿姨今次個係個感愛感恩。哦，都算係啊，係都幾。很多嘢都很直接噶，即包括我對你雖然上司下屬啦，都係所有嘢都很直接。對馬明又係啦，即馬明同Nick 係講係兩即係前夫前妻嘅關係，但係咁我中意咗馬明，咁我咪承認我中意咗你老公。係啊，好直接，好直接，亦都覺得好成熟咁去處理個感情問題嘅一個人。對面就係都係父親節啦，好似安仔節已經慶祝咗。是啊，我搭單在母親節的時候就感染了那種母親節的威力，就在母親節的時候慶祝母親節，還有可以環保一點省一餐飯。我不行啊，我要分開爸爸媽媽慶祝，因為我不想爸爸會覺得係咯，點解淨係幫媽咪慶祝？同埋爸爸即始終男人係好將啲感情好收藏嘅一種動物嚟嘅，我成日覺得。咁所以我就要反而要表現俾佢睇啊！你仲有仔仔女女啊，或者會同你慶祝，我會錫你啊，會成。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好緊要。咁你爸爸真係教得你好好，我帶埋個女俾你爸爸教下。一齊嚟食飯啦！好。